周易禅解，周易禅解序，偶一子节冬于月台，禅诵之余，手持为鞭而监视之。或问曰：子所解者是义耶？余应之曰：然。复有事而问曰：子所解者非义耶？余亦应之曰：然。又有事而问曰：子所解者亦义亦非义耶？余亦应之曰：然。更有事而问曰：子所解者非义非非义耶？余亦应之曰：然。逝者闻而笑曰：若是乎，堕在四句中也。余曰：汝不闻四句皆不可说，有因缘故四句皆可说乎？因缘者，四溪潭也，人谓我世子也，而意通如，能解意，则生欢喜焉。故谓是意者，无然之。世界溪潭也，或谓我世子也，奈何解意？以同俗如，之所解之非意，则善心生焉。故谓非意者，无然之。为人希谈也，或谓如是待无分也。若知义与非义必有差别，虽义而同，虽同而异，则弄动之并不得作焉。故谓义义义非义者，无然之。对治希谈也，或谓如是必有实法也。若知非义，则如非定如，知非非义，则是非定是，但有名字而无实性，顿见不思义理焉。故谓非义非非义者，无然之。第一义悉谈也。是者曰：不然。若所解是义，则人将为义可著出世法，成增义谤；若所解非义，则人将为失自说禅，何尝之意，成减损谤；若所解意意亦非意，则人将为如缘非禅，禅亦非如，成相为谤；若所解非意非非意，则人将为如不成如，禅不成禅，成系论谤。吾见其为四溪潭也。余曰：是故然。汝独不闻人参善补人，而气喘者服之利弊乎？亦不闻带黄醉损人，而中满者服之利挫乎？春之生育万物也，物固有遇春而烂坏者，夏之常养树品也，草亦有夏枯者，秋之肃杀也，而菊有黄花，冬之必藏也，而松波青青，梅阴馥馥，如必则其有利无害者而后谓之，天地恐亦不能无憾矣。且佛以此演示大千知群机已熟，然后世身犹有魔波寻扰乱之，九十五种嫉妒之，提婆达多斯中害之，岂为尧舜称由病哉？无所有解意者，无他，以禅入如，物又如以知禅耳。纵令不得四意而起四谤，如从地到，还从地起，至毒汝中，转至醍醐，觉毒人在，便行为外道师。萨遮为尼坚主，亦在思也。逝者再拜而谢曰：此非弟子所及也，请得彼而存之。崇祯心似众东续道人书于温陵之豪鱼楼。周易禅解目录序。